做化妝師是因為我覺得我可以用我的手令到其他人更加靚、更加有自信。咁呢個就係我對專業化妝師一個理解嚟嘅。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就幫一個表演者化妝啦。咁就個個都話：哇，個妝好靚，冇得彈。但係佢行過嚟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你個妝上面有個小飾物，令到我好唔舒服，甚至乎影響咗成個演出。嗰時候我才知道，哦，原來作為一個專業的化妝師咧，除了係要個妝化得靚之外咧，更加重要是要對客人的皮膚負責任。女人咧要由內至外感覺舒服，才可以充滿信心去展現佢最靚嘅一面嘅。我對化妝品的要求咁高啦，咁對於自己最親密的部分，我梗係會俾佢最天然的呵護。所以我選擇用 Kotex 睡眠護墊。它的面層是 100% 日本入口的睡眠，透氣舒服之餘可以快速吸收了分泌物，避免和敏感部位接觸。還有一款就是有 pH 5.5 弱酸性面層的護墊，它可以平衡分泌物的酸鹼值，保護敏感部位的皮膚，很適合日日用的，令我每時每刻感覺由內至外的清爽，讓我感覺上、生活上都自在一點、舒服一點。作為一個惜錫自己的女人，就應該在生活細節上照顧得自己舒舒服服、妥妥當當，這樣就最令人欣賞了。我就喜歡做一個這樣的女人。